皮皮虾我们走，一起去找个女朋友，嘿嘿，大个的皮皮虾。嗯，嗯，太香。这个季节啊，皮皮虾最肥最肥的时候，这时候不吃啊，再等一年。嘿，您看看，您看看这个膏，肥不肥？哎呀，都出来了这个肉，嗯，好，这一口下去绝对满足。嗯，哎呀，个个都是带膏的。如果啊，你也想吃我手上这样的皮皮虾，视频下面黄的购物车，或者晚上来我直播间，咱家的皮皮虾100%带膏。嗯，只要有一个不带膏的朋友，你呀、都算我的，嘿嘿，来喽。嗯。哎呀，断了！想吃的，你来上一份尝尝。